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站立起来，让我们把最好的敬拜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把最好的一切都留守在我们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给我一个手脚
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总是无法相信。
姐妹们，大家平安。这段时间是我们要守圣餐的时刻，请弟兄姐妹现在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在家都预备好了饼跟杯。圣餐是教会的圣礼，是我们这时候照着神的话要纪念主耶稣爱我们救赎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受过洗礼、敬礼、地礼和洒礼，盼望你暂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请你不要参与领受饼和杯。不过呢，我们也一样的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祷告、唱诗、赞美神，纪念主耶稣爱你。如果你已经受过洗礼、敬礼、地礼和洒礼，欢迎你一起以感恩和敬畏的心来领受圣餐。现在让我为大家宣读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1:23-29。这里如此的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好，这是让我们看到刚才圣经有教导我们要审查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饼吃喝这杯。在领受圣餐前，让我们花一段安静的时间，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我们生命里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无论是得罪神或者是得罪人的地方，让我们谦卑到施恩的主宝座前，认罪悔改，主的宝血来洁净。也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此时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敞开我们的心，向主来认罪悔改，也求圣灵来光照。好，请大家就各自在家一段安静的时间，向主耶稣认罪悔改。主耶稣，我们已诚心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已经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认的一切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以感恩和敬畏的心同心领受圣餐，纪念主耶稣你真的很爱我们，已经为我们牺牲自己，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使我们蒙恩得救和蒙福。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让我跟大家说明一些步骤哈。弟兄姐妹，若是你一个人在家，就请你跟着我说合作；若是一家人已经受浸在主的面前，要领预备心来领受主餐的话，请一位家长派发饼跟杯给你的家人，最后大家我们一起领受饼和杯。好，现在我们看到
我手上拿的这饼，这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OK， 你们也可以举起来，然后跟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跟着我祷告。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他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请家长派给家人，然后每一个人拿到了以后，再一次的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的跟着我祷告。好，我们开始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身体曾为我们舍去，为我们的罪和过犯受鞭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你复活了，使我们凡相信你的人，你给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你也应许我们从今生就得享永生的盼望和福乐，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谢谢你主，我们也晓得因着你所受的鞭伤，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疾病，使我们全人兴盛健壮。此刻我们立志一生为主你而活，荣耀主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饼。饭后呢，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业，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家长派给家人，然后等一下一起跟着我为杯来祷告。好，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曾流出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也用你的血以我们绿了新业，允许永远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遮盖保护我们的一生。我们此时此刻立志每天爱你耶稣，我们要亲近你。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也亲近我们。我们愿意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明白和遵循你的话语和你的旨意，好叫我们一生紧紧的来跟随你，侍奉你，永神一人。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的来领受。好，现在我为大家祝福祷告，举起双手，我们相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们在耶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要蒙神耶稣来赐福我们，阿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因主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因主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平安。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愿使我们有盼望的父神，因我们信耶稣，已经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每一天都经历大有盼望。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们每一天在耶稣里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荣上加荣，愿颂赞感恩和荣耀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阿们，阿们，阿们。神的完全不会忘记，若是你的那天，你拯救
系永远不分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虽然还没有回到实体的聚会，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班弟兄姐妹为我们在线上的聚会做了许多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在线上敬拜，在线上聆听上帝的话语，在线上来到做我们的奉献。真的感谢主，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奉献，预备自己的心，来到全能者的面前，来一起来朗诵圣经的话语。它是记载在约伯记还有箴言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经文。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每一天都有智慧，都有聪明，都来到亲近你。你让我们生命充满了恩典，让我们的生活大有盼望。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尊你为大，因为你是最有能力的神，你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向你支取力量，聪明的来到运用主你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工作，双手能够工作，能够有收入，也能够愿意摆上应当奉献给主的，摆上更多来到服侍主的。主啊，这一些或甚至摆上自己的两个小钱都蒙你喜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手上我们要献上的奉献，无论是为着施工的，为着十一奉献的，或是为着感恩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你必接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先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你，然后再把预备好的金钱献在主的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宣告耶和华是弟兄姐妹的牧者，弟兄姐妹必不至于缺乏。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领受的是丰盛慈爱，神给我们的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谢谢主，你继续扩张弟兄姐妹的境界。在这个时候有主你的智慧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敬畏你，我们就看到神你为我们开道路。只要我们呼求，我们是谢谢主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将这个奉献分别为圣的献在主你祭坛宝座前，愿主你来到悦纳，也愿主你赐福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奉献的，你赐福与他们，无论在生活里面真的是没有一样缺乏，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好像一个稚子在你的面前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感谢主，我们就越来越福气，能够把这个福气分享出去，叫在我们身边的人都要靠主得福，得到主的福音，跟我们一样。哦，主，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给你，我们谢谢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到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奉献可以由通过银行的转账和汇款去到我们的户口，就是 Budwohan Baptist Bermuda 荧幕上所打的这些名称，教会的名称，还有我们有两个银行，就是一个为着事工，一个十一奉献和感恩奉献的Maybank 这个银行户口，还有另外一个是为着建堂的奉献。凡是你已经把银行的汇款或是转账已经转到教会的户口的时候，也要麻烦你把这些收据
发给我们教会的财政奉行姐妹，这里有她电话号码和一枚姐妹，请大家也特别要注明，如果是要收据的，请你、要给他们知道。我们谢谢主，或是你在家里或是不方便去银行的，不会怎么样转账的，你可以在家里预备一个储蓄罐，把所要奉献给教会给上帝的金钱预留到恢复主日聚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储蓄罐带到神的家，到时才一直扩的奉献。无论是如何，凡是有行奉献的，上帝都喜悦你们的摆上。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奉献的这个扫描，就是通过 Maybank 的BMBB to you 的 QR code 扫描。你只要扫描这个对准这个扫描呢，你就能够把钱汇入对的户口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谢谢大家的奉献，上帝祝福你们，越摆上的越多，越讨主喜悦的时候越没有缺乏，反而丰盛有余。感谢主，阿们。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9-10和诗篇34:4-8。哥林多后书12:9-10，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诗篇34:4-8，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朋友们，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在教会聚会，但是呢，我们感谢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让我们能够在线上一起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圣经呢，这本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其实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篇章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将我们的信心
将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圣经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大卫他所写的诗篇，他呢在诗篇里面有许多人生的感受都很写实的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所遇见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大卫他都经历过，但是他更是在主的面前，他能够常常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仰望神，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深深的知道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上礼拜我讲说，靠主的话，我们能够从困境逆境中能够得胜而且有余。今天我要分享我们如何靠主的恩典，能够在逆境在困境中能够靠主来得胜。上礼拜我介绍了一首黄国伦的歌，那首歌说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黄国伦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一首感动人的歌呢？因为在他最失意都失去了一切的时候，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能够去面对。所以有一天在他的家里，他突然看见墙壁上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一幅的字画，那边写：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突然间神的话活现在他面前，他痛哭流涕，整个趴在地上，因为他感受到主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主，你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就在那一天，圣灵感动他写了这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的。这首的诗歌呢，成为许多许多的朋友、许多信主的、没信主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当我们人生遇到软弱、遇到困苦、遇到恐惧、遇到急难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王国伦他看了圣经，我也在圣经里面再一次再三的去读的时候，我发觉我这一生其实也是一样，常常都是会面对许多的挑战，面对许多的软弱、困苦、恐惧、急难。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成为我的力量，特别是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辅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常常真的是走在这条侍奉的道路当中，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特别是有机会能够在槟城博爱辅导中心做义工，多少次真的是看到有一些人是那么的无助。有一天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刚好在这个槟城的渡轮上面，他说我想要自杀，我想要从这个渡轮跳下去。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我说安静安静，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你告诉我。他说我不想活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在家庭在工作各方面都已经来到一个绝望的地步。我心里非常的紧张，我说我马上赶过来好不好。他说不需要不需要了。那我就继续的跟他谈话，继续的安慰他，继续的鼓励他，到最后他在那边不停的流眼泪。我跟他讲回家吧，回家吧，你的家人等着你回家。今天我们许多的人，我们有家，但是呢我们不想回家，因为在那里得不到人的谅解，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但是非常奇妙的，我看见很多人当他们谦卑下来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向他们说话了。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弟兄来找我，当他来的时候呢，他手上就拿着一包报纸上报纸包起来的东西，他一坐下来就哭，他说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想要杀人。我就很紧张了，我说为什么，你可以冷静吗，你可以冷静吗。他把那个报纸一打开的时候，一把钢刀在那边，我更紧张，我心里面不停地说主啊救我，救我脱离凶恶。因为那时候他差不多失控了，因为他的女朋友离开他，他失恋。感谢主，神的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那个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就是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他把那把刀再重新包起来，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真的相信人生许多的困境，许多的困苦，能够回到神的家就有盼望，神就会帮助你在极度的软弱当中，失去了生命意义的时候，他能够重整你的生命，能够帮助你重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软弱困苦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主的恩典，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那个诗篇第34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他那边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他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虽然信主这么多年，但是呢有时候突发事件
也让我感觉到很恐惧。这一次在 MCO 这一段时间，常常接到电话，第一句就说：“师母，我跟你讲啊，但是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你慢慢听我说。”我就紧张了，我一定知道，一定是有事情了，心里面就对自己说 ：“Be still, that I am God。”我说：“主啊，感谢你。”当我听到他讲了以后，我就可以很平静的，因为在亲密之旅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所以慢慢听，慢慢听，真的看到神自己做工。当神的话语突然间显出来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的时候，我发觉圣灵就开始动工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来教会，你能够有机会去买一本圣经，我们会帮助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使你能够在你的人生面对软弱、困苦、恐惧、急难中的时候，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这两天看报纸，你们可以看见一个电话，一个老阿姨300多万就没了。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全世界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真的难免会害怕，接电话都会害怕，不知道这个电话是什么电话。今天接到一个马来人打给我的电话，一次两次我都赶快关电话，因为我不知道是哪里打来的，我都说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在恐惧急难当中呢，我们真是需要有神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上礼拜讲过了，说在以赛亚书41:10，许多人面对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只要你对神有信心，只要你愿意能够谦卑的降服在神面前，你就会听到这句话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靠主的话，靠主的恩典，在34篇讲，他说我们呢，如果真正的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呢，他会叫我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光荣，我们的脸必不蒙羞啊，因为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呢，就是向神说话，你只要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主耶稣，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神答应，当我们谦卑寻求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搭救我们，他一定会让我们好像黄伯伦一样尝到主恩的滋味。如果你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你要听见主对你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感谢神，在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完全能够得到行动上的自由，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呢，真是可以每天就是举目望天，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我们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不再一样了，
联合国的卫生局的总监负责人，他说最坏的疫情还没有来到，到处都看见都听见许多的人落在这个绝望里面，但是呢，神答应我们，他要搭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他给我们相等的力量，让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学习忍耐，忍耐就生出好的品格，生出老练，让我们怎么样知道去面对我们生活大小的挑战。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教会的小组非常的重要，因为是教会增长的 heartbeat， 意思就是说那个脉搏。我们也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但是更要紧的是呢，叫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在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小组，当我放上他们的照片给你们看的时候呢，其实我一个一个的去注意，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个一个的去为他们祷告。真的在我们的不同的小组当中呢，其实在这三个月也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家庭里面的，还有一些公司的，还有一些人际关系的，亲情突然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维系一个幸福温暖的家，这么多时间在家里，但是每一个人好像身体靠得很近，但是心灵却离得很远。我们在小组里面看见每一个小组真的是神的爱充满他们的心，也不停地在学习彼此的照顾。乐龄的组、职青的组，还有其他几个小组，你们注意看你有没有在里面，你们的小组当中有人的家人进医院，有的他们的母亲一个两个三个跌倒，有的他们面对上网上课的问题，有的老师面对上网教课的问题，但是他们在小组当中大家都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圣经告诉我们，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承认我们真是有时候会软弱，可是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就是带领我们勇敢地面对每一天。前面要走的路甚远，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非常的肯定他的手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今天我很高兴能够请到 Amin 跟 Betty 来跟我们分享这三个月他们那种生活上的遭遇，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靠着主的话，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从逆境里面得胜再得胜。我现在就欢迎 Betty 跟 Amin 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很高兴有 Amin 跟 Betty 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一下这几个月来，因为全球的疫情这么严重，马来西亚 MCO 也停止了所有的行业，你的 move on
也必须停止，你心中会不会感觉到很惊慌很害怕？会，开始的时候就会很害怕，之后你再想到说阿巴父神说，当你叫我阿巴父那一天开始，你的事我必看顾，我就会慢慢的，我们心就会沉淀下来，就不会那么紧张跟很害怕。但是你还是要面对生活啊，你还是要有收，还要有收入，还要养家，还要付店租啊，贷款。对，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好太太，她可以做她手用她的手艺来赚钱。她哪里有什么手艺？她很久没有工作了。有，她会做馒头。哎呀，做馒头是你的专业吗？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你很喜欢吃她的馒头是不是？是啊。那老师说我吃了你的馒头，我真的是想起我小时候的馒头，真的很好吃，那种滋味哈，很令我怀念啊。啊，你看见自己的丈夫哈，因为没有工作，只能够待在家里，又不能出门，又不能够有收入，你心里面会担忧吗？坦白讲，在这个 MCO 之前，我们的经济其实已经有出现一些状况了。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帮助，很多的鼓励。然后平常我们有一些平常日用品的东西，他们有时候都会不定期的拿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段疫情当中，跟疫情之前，我们都已经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所以你体会到圣经讲的是说万物的结局俊良，我们进行祷告，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你开始体会到你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你的鼓励，给你的安慰，是吧？是，没有错。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虽然我们没有收入，但是我们可以经由弟兄姐妹的这些帮助，然后有些是给实质的帮助，有些是给一些金钱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很平顺的就度过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缺乏到，我们很多事情虽然生活过得比较简单，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很多的欲望，一些不需要的物质欲望都能够减低到非常非常的低，就回归到家庭当中，然后很多东西就自己开始做，以前不会做的现在都会了。我记得有一天去你的家，是你就 煮那个南瓜汤。对，那我就奇怪，为什么跟南瓜子都粘在 一条的毛巾上面，然后过了一阵子，哎，就变成南瓜子，几个人在那边吃得很开心哦。哇，原来南瓜子也可以烘焙，也可以自己来做。是，但是我记得你告诉我，你说在这段时间你就一直读箴言诗篇，对你有什么帮助？其实在前面一段惶恐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你知道我们这种台湾嫁来这边的太太啊，我们已经失掉所有的获取获财的能力，我们没有工作可以做，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的经济出现状况的时候，阿明不能够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能够为这个家庭做什么。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所以我就去找智慧书咯。我想说神的话一定能够给我一些启示跟一些帮助，所以我就去看箴言。那箴言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懒惰的人，勤劳的人怎么样，懒惰的人怎么样。所以我就很反省我自己，我是不是那个神所说的那个懒惰的人。他其实给了我很多能力去工作，可是我不愿意去做。所以我就想说，在两年前我自己因为爱吃馒头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做了一些馒头。所以也就之前有一些台湾朋友会跟我订馒头，
那我也就是这边做做，这边送送，这边卖卖。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馒头来养家活口，或是甚至用馒头来过生活。我怎么会取一个名字叫恩典妈妈？对，我的馒头是在我读完这些箴言以后，我发现神给我这个能力，他其实早就把工作的能力给我了，可是我没有去使用，我只是躺在床上，我只是就像箴言里面讲的懒惰的人，你要睡到几时啊？是真的吗？你啊，所以我就突然想说要回来，想说把我的馒头是不是我要认真的来做？那我就想要跟我的朋友讲说，我这次真的是要用神赐给我的恩典来做我的馒头。那这个时候我又平时感受到神的恩典是满满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恩典是满满的，不管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的时候，神都没有遗弃我们，他总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我就想说，馒头的馒是取一个谐音哦，就当它是恩典满满哦。也希望能够吃到我馒头的人都能够有恩典满满。呀，感恩，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罗马书第五章，是啊，因为他说你因为相信耶稣，你与神和好，你把这个爱带进这个家庭，然后呢，也真的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就站在神的恩典中有盼望，没错。那你知道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那这个罗马书那边也讲，哎，接下来就讲说患难来了，在患难当中呢，你还是要欢欢喜喜，你做得到吗？可以，我发现我可以，我真的被训练到了，我真的发现我能够在患难当中。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很担心我们这一家，因为我们没有收入，我们没有阿明不能工作，然后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但是我其实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我们在这样子的这个经济萧条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欢欢喜喜。我们家在家里，我们把所有的物质享受降到最低，然后我们可以很多东西都是原始的，就像师母刚刚提到那个南瓜籽，原来南瓜汤里面的那个南瓜籽很大颗呢，我就觉得丢掉它其实很浪费。那就用现有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创造出我们的食材，我们每天所需要用到的东西。你知道，有时候幸福可以很简单的。是，我知道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去缅甸教书的时候。那他们就有几个学生，女学生哈，围着一圈，我就去看，哎，他们在干嘛？这么快乐，很幸福。原来才两个小小小包的南瓜子，他们是两个小小小两包南瓜子，他们在那边很开心，很幸福。所以我到你们家的时候，看见这两个宝贝哈，哇、哦，好可爱啊，好快乐。根本一点不像说是在患难当中，也不想说是真的爸爸妈妈遇到这样大的考验哈。你们还是一样的给他真的那么稳定，那么平安，那么喜乐，对不对？是，好，今天很感恩。明，有没有为你的太太感恩啊？有啊，看见神真的是让他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哈、啊，真的不一样了。是，会有。就把它推出来，推到台面做馒头了。对啊，我在这三个月啊，他没有收入的时候啊，我反而是有收入的那个人。所以他如果要去买菜啊什么的，他说他没有钱，我说去我的包包里面拿钱。不一样，很好很好，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很有成就感。很感恩。我相信你们的分享哈、啊，会带给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听众，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哈、啊，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怎么样看顾天空的飞鸟，他也一样的会眷顾你们的需要。没错，所以你们要常常呼叫阿爸天父，因为他必看顾。感恩，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师母，谢谢，谢谢。
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饥饿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让我们能够今天在你的面前再一次重新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叫我们从恩典当中失落了，乃是要坚定地站在你的恩典当中，领取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都深深地相信，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如果我们信心不够的，如果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恳求你今天你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愿意能够真诚的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一生生命的主，因为唯有你能够带领我这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求你自己施恩的手来引导我们每一位，我们愿意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天天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就得刚强，我主的恩手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Hello， 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再次欢迎出席我们的线上主日聚会。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做几项简单的主日报告。首先，第一项是我们来临的星期二晚上线上祷告会会照常进行，时间是8:30到9:30晚上。第二样报告呢，是我们的线上主日聚会，依然时间是早上10:00至11:00。接下来第三项报告是我们教会每天早上发的线上晨祷，我们鼓励更多主内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固定的时间与神亲近，唱诗赞美神和导读神的话，让灵命扎根在神的话，向上结果，活出丰盛卓越生命，一起来荣耀见证主的名。第四项报告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小组能够彼此的关怀，鼓励每个小组尽量同步的进行我们的线上主日崇拜，过后呢，在主日后大家可以一起继续的分享交流和关怀。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主内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出席我们的线上崇拜，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